士尼都是小孩要去的地方，我自己呢就到过日本的迪士尼，虽然是小孩，我看大人都非常喜欢去的一个地方。好，现在就让我来介绍我们的最后一位备稿员、备稿作业员。他做的作业是作业十：预防肾移治疗，时限是8到10分钟，8分钟绿灯亮起，9分钟黄灯亮起，10分钟红灯亮起，10分30秒铃声响起，讲员必须马上停止演说。为作业时做评论的是来自留言员的张宝才，同级高级讲员，同级高级领袖，讲题是预防肾移治疗。我们请谢栽培会友。各位来宾，各位会员，今天讲的题目预防肾移植，目的就是要综合保全健康。人生最大的财富就是健康，体质不健康那就会产生各种疾病。当一个人患病的时候，心身都不痛，同时呢，在新加坡还要花一笔很高的医药费，所以呢，对这个预防的意义呢是很重大。那如何预防？其实很多疾病是可以预防的，但是在我们的生活里面，不如意的事情常发生。大家都会体会到，还有很多疾病明知故犯，比如我一个病人，他很喜欢抽烟，但是突有一天呢，给医生发现到他可能有癌症，但是听到癌症的时候，他很恐惧，赶快来找我，叫我如何跟他戒烟，那我答应。后来他真的戒烟了，过了2年之后，他再去检查，没事，他很高兴，高兴到怎么样呢？抽回他的烟，加倍的抽烟，2年之后，真正都对肺癌死掉了。另外一个少女，42岁，生的聪明能干漂亮，但是呢，他自己放到高血压，他知道这个高血压是一个长期的疾病，必须要长期的按时服药，但是他觉得他年轻，觉得他健康，不需要每天吃，2-3天吃吧。有一天呢，他去旅行，4天不吃药就中风。中风是很可怕的事情，我每一天看到这些病人，这真的是为他们难过，半生不能够动，有时候不会讲话，有时候不能够行动，这种可怕的事情是永远不会恢复健康。所以我请大家对这个预防的疾病特别的注意。在我的医药临床的经验中，我认为只要3点大家能够好好去做，就保持健康。第一点，睡眠充足，睡足8个小时。第二，适当的运动，不可以超越或者可以过度剧烈。第三，心情要保持愉快，就可以保持健康。这些道理啊，大家都知道，但是要做呢就比较困难。还有一些事情，就是他知道运动好，就说他爬不起来，睡不好，不能够
好好的，准时睡觉，时常熬夜。或者呢，常商人呢常常告诉我，人在江湖身不由己，这些的事情呢都是发生在每一个人身上，就不能够自动的保护自己。但是呢，他对名利是特别的追求，有名的时候，有钱的时候，有势的时候，他不顾一切去追求，结果怎么样呢？结果呢，就会造成还没有中年就百病丛生。最常见的就是高血压、高胆固醇、糖尿病，所谓三高，也是这自然得到三种病了，就要长期吃药，没有好好再照顾呢，那你就怎么样呢？心脏病爆发，中风来了，那么你就会遗憾终生。那如何来保护自己？我要重复的在讲如何预防疾病。我可以从我们中医在2500年前有一本书叫做《黄帝内经》，这本书呢它主要是教你怎么样去预防疾病。第一个叫做阳平阴秘，精神乃至，意思就是说人要一直保持平衡的状态，无论你五脏六腑都要保持，不可以过分，不可以过分的激烈，过分的担心，过分的消耗，你就会产生疾病。怎么样解析呢？大家都很在其中有讲哦，什么叫做心火过旺，什么叫肝火上升，这些呢就是不平，就是阴阳阳气不平，就会出现一些疾病出来，不然头晕啊、头痛啊、失眠这些症状，这个是阳的病。还有一种阴的病呢，就是肾，所谓肾亏、肾虚，心意过度、走泄过度，就会出现腰酸背痛。所以这个内容呢，就是告诉大家，也是在这个阴阳不平衡的状态，我们的精神是处在一种消耗的状态，精神一消耗状态，人就疾病就产生。第二个，圣人不治已病，治未病，不治已乱，治未乱，倘若病已成而后又乱，已成而后治，必如鹤而穿井，战而助追，不以亡。大家也明白，你看2000多天的字内容，我看你们都看得清楚。所以我们在生活中尽量就是好好预防疾病，不要等疾病来了，你找最好的医院、最好的医生都不能够解决问题。第三，恬淡息服，真气从体，精神内守，病安从来。了解这四六个字，你就永远健康，没有疾病找你了。特别是这四个字，恬，我们知道话从口出，这个病从口入，那么就要用这个心来管这个势头，不要乱讲话、乱吃东西，就安安静静就好了。但一个火已经够热了，你那两个火就发焰，那用什么呢？用水给它淋下来，就平平淡淡过日子就好，不要太过分。第三，虚虚而不实，你追求的名利财色呢，那是短暂的，你这欲望太高，结果得出来还是空的，还是虚的。无，人生是无常的，什么时候死都不知道，所以人呢要面对现实，接受现实，好好的生活下去，不要刻意呢去追求一些烦恼的事情。你是能够做到这些意识跟环境的，
你的身体的守护神就是正气，就是我们最好的医生就是自己，他就能够好好的保护你。然后表现在精神方面呢，就特别的好，人哪里有病。第四，治病先治人，治人先治神。治神呢，就是个方法，就是说我们要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，要注意的运动，这样的话呢就能够使到永远的健康。就像我74岁了，到现在还可以跟你们讲话，还跟你们谈，就一点病态都没有，就是养生之道。谢谢大家。